晚了，前几任会长把梗都用到九年以后了，也就是他妈的犀利2018年，咱们来做地方了。我倒觉得这地方挺不错的，09都没八卦，没梗可以用了。老子从来就没想过要09的八卦，不用09的梗用谁的？哎，谁有梗用谁的？来，当过会长吗？没有。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当会长得巧立名目，拉拢学长姐，是捧腹大笑，他们笑了，才能让学弟妹跟着笑，笑了，会长就成功70%了。哎，怎么才70%啊？70%是人家给的，能得另外30%，还得看学弟妹脸色。谁的脸色？学弟妹。何以见得？这个，如果大家都不缴戏曲会费，你哪来的经费能够办各大活动呢？我他妈大老远从嘉义截了条山猪骑来新竹，还得看学弟妹的脸色，我岂不成跪着当会长的吗？那就问你，是想站着还是想当会长？我是想站着，还把会长给当了。那来，咱们一收戏曲会费，来走。自戏学会创立以后，资工系一共来过51任会长，他们都是星星、怪人、爱放烂梗。但是这位王国胜会长，他不是星星，不是怪人，也不爱放烂梗。今天他亲自出任会长，他是我们的大英雄。戏学会费任何时候都要缴，不缴不行。你们想想，你今天跟着同学来到这个戏学会活动，来吃着披萨，唱着歌，那突然就有奖可以抽了，所以缴了会费的日子才是好日子。哎，会长请。现在让我们进入缴费环节，所有戏学会费的资讯都放在我手上这台 Vivo X23 屏幕指纹辨识手机里，如果有要缴戏学会费的人，等一下请找到我们的总务进行缴费，谢谢。